后，经济新北市推出新北购游趣，包含购物、旅游、抽奖三大类，规划五大主题。为了带动促进消费，不但共有汤山我们捡珠以外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商圈们都有配合一起促销的相关活动，所以大家一起到我们的商圈来买东西，更重要的也可以来抽大奖。从九月份开始，只要在新北市店家消费发票登录，就能获得抽奖机会。市民朋友的消费只要满300元，就可以有机会抽到300万元的露营车。今年以鼓励市民外出游玩为核心，规划系列振兴方案，30条公车路线，每段票只要铜板价5块，还可以享购物优惠，让你一路畅游新北市。让我们新北市的市民，或者让外地来到新北市，花个5元就可以做一段很漂亮的新北市的路线，在观光休闲产业带动发展。满足吃喝玩乐民生需求，新北商圈活动陆续开跑，下半年每个月都有活动吸引民众游玩，要让民众用最低花费获得最多享受，再创旅游新商机。记者高新峰、李晨元、戴俊新北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